路上有没有认识中华电信？亚军跟桂林都是。下来吧。刚下来了。不是啊，他是沿路村长在车上会讲一些话，他想要让我们也听到。那我可以跟他们换一个人吗？不用钱吗？不是，因为他往内户打，不用钱，他想要拨过来。不是我的意思。你要去录？我要去录他讲的话。可以啊，你讲。他们不会录的。要换的话就已经录不到了，还没打过了。对，还没打过来。可是你那个音很大吗？讲一下啊，我跟他其中一个人换位置。处理，现在村长在讲。